来自 Six Sneakers 的克拉拉小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评测的装鞋呢是 NASA 和 Vans 的 Old School 合作款。那装鞋呢在加拿大这边是11月2号发售的，发售价呢是90加币。如果你还没有关注 Six Sneakers Channel 的话呢，一定要点击关注，之后呢会推出更多有关球鞋潮流方面的 review 以及加拿大的 vlog。那大家在 intro 部分呢应该已经提前看到了我上脚装鞋的视频，不知道大家对这双鞋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你更喜欢 NASA 和这个 Vans 合作的哪一双鞋，都可以在弹幕里告诉我。那在正式进入评测之前呢，我先说一件事情，就是 YouTube 呢到了1100多粉丝了，那我也是刚刚做出了这个粉丝福利的抽奖。那因为我当时说的评论呢，就是希望大家都告诉我需要的是哪一双鞋款，就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抽取嘛。那但是呢因为很多评论就是他说了很多话但是没有具体告诉我是哪一双鞋，所以我就比较难抽，就经常会失败然后重新抽这样的。所以说呢我就直接在评论里面选了一个符合规定的，并且说呢就是评论了我觉得比较好的一条评论。那恭喜就是这一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YouTube 上面的福利。那这位小伙伴呢他是想要的是科比11这一双鞋。那之后呢在 Bilibili 上面呢肯定也是会有粉丝福利的，大家不要着急，我会发专门的一期视频告诉大家这个规则是什么样子的。那接下去呢就来说一下这双鞋是 NASA 和 Vans 的联名。那因为大家对 Vans 呢是已经比较熟悉了，那我就来介绍一下 NASA 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那 NASA 呢就是美国航空航天中心啊的一个简称，那它呢也是跟很多的品牌有过一些联名的单品。那这一次呢跟 Vans 合作，它出了是有就是一般general release 的话呢它是发了四双鞋，其中呢两双是 old school， 一双呢是这个我手上的白色，另外一双呢是橘黄色的。那另外的一个鞋型呢是 skate high， 就是它 general release 的话呢是发了一双白色的和一双黑色的。另外呢它也有一些 t-shirt 啊 hoodie 啊还有这个 jacket 的发售，包括双肩包啊之类的。反正整个一个系列的话呢，就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件黑色的 T 恤以及我手上的这件白色的 T 恤比较好看一点，所以我就买了。就是它前面呢是写了一个 NASA， 然后后面呢是印了这个有种登月的这种感觉。那关于这一次发售呢，就是因为之前就像 Vans Vault 这双当然不是 Vault 系列，那 Vans Vault 呢一般在北美这边会在 boutique 像 Haven 啊 Livestock 发售，那这一次呢它是直接就是在 Vans 的店铺里面发售的。但是呢这一双这个 old school 白色呢它是 Vans 店铺里正好不管是店铺还是官网都没有的，所以呢我是当时去了 Full Action， 因为我看他们 ins 上面也是有发这个合作联名款，我就去买了。那这一双鞋呢其实事实证明是非常的限量，就是好像我的码五码的话呢是一整个 Full Action 一家大店只有一双的。那说完了这个 General Release 呢，有一件非常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最近呢因为在 Complex.com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去淘到一些比较限量的鞋款，大家也可以告诉我。那个呢其实是出了一个 NASA 和这个 Vans 的隐藏鞋款，就是 Skate，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kate High 的这个银色的这个版本。那 Vans 的这一次合作款呢我觉得是非常良心的，因为它正常的 old school 的话呢是在加拿大这边$80，然后呢这一次因为它做了一些各种 deconstruction 啊，然后包括各种合作款的小细节，我觉得是非常良心，它只是加了$10的样子。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双鞋，它是正常的 old school， 然后是一个 vault 的版本，它用呢是一个麂皮然后加上帆布的一个材质。那这一双鞋呢它是整体用了一个就是皮质也是非常好的这个 leather 的这个感觉。接下去呢我们就来慢慢品一品这双鞋的细节。首先呢是鞋头部分，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我穿的就是有一点点褶皱这种感觉，也是可以说明这双鞋的皮质其实是比较好的。那鞋头上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鞋的中底部分呢它用了一个这种一杠一杠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 get， 就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太空的那种
feel。然后到了鞋的外侧部分呢，它是写了 NASA 以及它的全称是怎么样写的，包括呢下面写了一个肯尼迪 Space Center， 那这个呢也是就是 NASA 比较有名的一个航空中心，那也是就是因为它是在休斯敦的嘛，所以说呢也就是为什么休斯敦啊叫休斯敦火箭的原因。那接下去呢就是后侧的部分，它就是有一个最近非常流行的很多鞋上面都有这个patch 的元素，那这个元素呢大家其实很有用，就是比如说你撕下来以后你可以换别的，对吧，比如说皮一下之前的971，你就把这前面撕下来然后就强行放在这里，就很帅很酷，就很 unique。 然后呢接下去就是内侧部分，内侧的话呢它是在鞋的中底部分呢写了 for the benefit of all。 然后最后一个还有比较需要注意的细节呢，就是它这个鞋舌的部分。鞋舌的话呢，它就是从里面看的话呢，它有一种网格的这种金属的感觉，也是跟太空有一点那种感觉的。然后它鞋的里面的话呢，它也是有一个橘黄色的，就多加了一层，就相比于这个正常的 old school 的话呢，它是没有这一层。但那一层呢，橘黄色的是防水层，也就是说这双鞋呢如果在冬天穿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还是挺适合，特别像加拿大这边就是下雪天就非常需要防水这个功能。那鞋舌上面的话呢，它左右脚是有微微的不同的，右脚的话呢它是写了一个 shadow， 那左脚的话呢它是写了一个 mission 在上面。还有呢就是它这个鞋垫的部分，它用了一个火箭的这个图案。另外呢就是它的鞋底部分也是和之前的这个 deconstruction 这双鞋一样，用了一个彩色的这种渐变的感觉。最后我想说呢就是鞋的这个脚腕的部分，它用了一个就是像 Off-White 之前像 Presto 啊一直用过这个海绵外露的这种感觉。那这个海绵呢和之前 Presto 不一样，它那个是会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泛黄，但这一双呢它就是一开始就是我买到的时候它整个海绵呢就是黄的。那对于这双鞋我个人感受穿下来呢，是因为它后面可能是因为这个后面防水层或者说就是它海绵的这个关系啊不够厚，反正我个人穿下来呢是觉得稍微后跟部分有一点点，我穿了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吧，就稍微有一点点泛红。那如果说建议大家穿这双鞋的话呢，可以穿一个白色的长袜这样子来搭配的话呢，对你的脚保护性会比较好一点。那十一月呢我也是因为八月的第一期星星计划失败了，所以呢在十月之前我又没有达到一万粉丝，所以呢我就想匹试不试，又参加了这个第二期的星星计划。那十一月份呢其实也是挺关键的，希望大家呢给我的视频能够多多点赞转发评论还有弹幕，就是更多的互动。那最重要的呢还是点赞，最最重要的呢是关注我。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你能够给我的视频多多点赞，拜拜。